第二章。古者刨西市之望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，作结绳而为网谷，以田以鱼，盖取诸离。刨西氏末，神农氏作，琢木为肆，柔木为垒，垒耨之力，以教天下，盖取诸易。日中为市，治天下之民，举天下之祸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盖取诸适合。神农氏末，皇帝尧舜氏作，通其变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疑之，一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是以自天佑之，极无不利。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盖取诸乾坤。枯木为舟，掩木为楫，舟楫之利，以济不通，致远以利天下，盖取诸涣。伏牛乘马，引众致远以利天下，盖取诸隋。重门击拓，以待报客，盖取诸豫。断木为楚，掘地为臼，臼楚之利，万民以济，盖取诸小过。衔木为壶，掩木为矢，壶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盖取诸魁。上古学居而野处，后世圣人一之以公事，上动下雨，以待风雨，盖取诸大壮。古之藏者，后义之以心，藏之中也。不风不树，桑栖无数。后世圣人义之以观果，盖取诸大过。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义之以书器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，盖取诸怪。